星陈学冬拥有帅气脸蛋、高挑身材，过去因出演电影《小时代》而收获了超高人气。不过近期他消失了好一阵子，日前才公开自己神隐的原因，是因为出了一场车祸。从影片中可以看见，陈学冬的左腿膝盖以下都包着护具。他透露自己出了很严重的车祸，腿部植入了很多钉子，更曝光了触目惊心的腿伤。不过正在积极复原，并提醒众人要注意安全。部分网友留言安慰他，出道这么多年的作品都被下架了，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。原来他出演的多部热门作品都因为合作艺人犯法而惨遭官方下架，导致他虽然走红了，但在中国国内看不到他的作品，迎来酸民嘲讽他出道10年仍是素人。